时间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您抬头看，夜色中的卢浮宫与玻璃金字塔的网格重叠着，发出璀璨光芒，仿佛巨大的舷窗内有个伟大的艺术宝库等待我们来寻宝。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金字塔呢？时光倒流到1983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批准了改建大卢浮宫的计划，作为巴黎过渡到21世纪的重要城市改建项目之一。华裔美籍建筑师贝聿铭先生担任了此次改建计划的负责人。他的计划是怎么样呢？我们先切换到外部场景，切换到白天的时间来欣赏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贝聿铭先生的设计就是在卢浮宫位于广场正中央的位置选择了新的入口，使巨大流量的观赏者有了一个中心点。那入口的标志呢，就是玻璃的角锥形金字塔。它是1984年开始动工，1989年落成揭幕的，以金属及玻璃帷幕构成完全现代的极简主义风格，使有悠久历史的卢浮宫在一个全新的现代标志下焕然一新。可以说，卢浮宫博物馆最大的艺术品就是它的建筑本身。惠宁时间，法国巴黎。